第2098集，他们立刻意识到30年来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，域外降临的至强者更多了。这显然是某一古域的年轻至尊，不是三谷最先赶到，也非金蛇大郎君降临，而是一头从未见过的可怕古兽出现，充满了强大的敌意，盯着菩提树。这株宝树太特别了，即便相隔很远，也可知必然是一株神树，满树叶子摇动，像是诵经声，震撼人心。血是一声大吼，抢先发难，口中喷出满天赤光，那是一杆战矛，如沾染过神血，散发神明气机，铿锵作响，瞬间长达数十里。这哪里还是什么战矛，简直像是一条血色的山岭。与其说是刺来的，不如说是铺天盖地的砸过来的。姬皓月上前迎敌，背后大海无量，朝夕澎湃，在那碧海中升起了一轮明月，洒落皎洁的光辉，迎上了血矛。这轮明月像是神之手，呛的一声，当场将战矛定住。那里爆发出一缕又一缕的神芒，而后忽然炸开，血色战矛倒飞而去，悬在血尸的头顶上空，垂落下万道混沌气，一片迷蒙，将其躯体都淹没了，只有一双血红的眼睛格外摄人。这头古兽好强大，达到了圣王八层天，比30年前遇到的年轻至尊可怕很多。这才刚开始，天知道后面还有哪些强者，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中一沉。今日也许会有一场惊世血战。血尸再次出手，让探出的一只大爪子拍落了下来，长达40几里，直接抓向菩提树以及下方的叶凡。姬皓月化成一道神光冲霄而上，迎战血尸，在其背后大海无量，卷起万重波涛，任何兵器坠落进去都要被瓦解。庞博问道，你们说神王出手需要多少招才能解决这头血尸？怎么也得百招开外吧，这毕竟是一条古路上的最强者，身为太古一种，潜力无穷。然而结果出人意料，姬皓月动用神体一脉独有的天眼神术进行繁奥的计算，而后果断施展了杀生大术，仅过去10招，姬皓月熔炼虚空，将此血尸禁锢。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，但是却被他精准地把握到战机，一冲而过，扑的一声将他撕为两半，鲜血飞洒。神王黑发飞舞，眼神像是两道闪电一般刺目，纵横天下，其盖世神威尽显无疑，有一种气吞九天的大势，干净利落的生撕此兽。死了，一个强大的年轻至尊就这样被神王徒手撕为两半，鲜血淋淋。多年未见，皓月兄风采更胜往昔，庞博说道，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叹。当年在北斗，谁不知姬家神体名动天下，而今走上星空古路，已威压八荒。突然庞博转头眺望远方，大敌气机接连出现，这一次可不是来了一尊，而是一批人马。姬皓月等全都心中一沉，露出凝重之色，此人非常霸气，雄视十方，第一个站了出来。竟然有一株不死树，不可思议，它将属于我。这是一头魔鬼猿，具有人形体魄，但是浑身长满了青鳞，头部像是猿猴，头盖骨上长有一只蛟角，阔口獠牙，长相狰狞。当然他虽然狂妄，但并不是让庞博等人最为担忧的，他们所顾虑的是昔日的一些强敌都出现了。正西方石金兽同蚁王与8、9人一同而至，杀气滚滚，雷鸣惊天。
正南方只有一个人，那是帝师，死气滔天。他浑身乌黑，脚踏在大地上，神魔藏地所有尸煞气全部没入其躯体中。西北方，吞天兽踏着血海而行，宛若一头灭世兽尊，庞大的躯体压迫的人要窒息。正东方，桑古出现，身为太古神魔的后代，在这片藏地中他比谁都敏感，第一个赶来，不过直至这一刻才出现。叶凡于菩提树下悟道，所造成的波动太大了，万经共鸣，三千大道符文显化，锤炼其权益，惊动了神魔岭所有大敌。就是平常其他人都还想杀他呢，更遑论是这样的关键时刻。没有人希望他活下去，况且在其身旁有一种宝树散发碧光，叶片翻动如诵经文，震撼人心，让所有人觊觎。我先去避掉一个，庞博出手向魔鬼园冲去，因为这个后期降临彼岸的年轻强者已经冲了过来。他未曾经历过叶凡睥睨群雄的岁月，自认为傲视一隅，天下难以求败，第一个忍不住冲向菩提树。这是一场大碰撞，好似彗星撞击大地，激起万重波澜，光华撕裂天宇，让神魔藏地内群山鸣颤，那是一具具神魔的尸体在嘶吼。庞博修道多年，杀生机会并不多，但是今日却杀意如海，一股龙形光焰自天灵盖冲起，贯穿了天上地下。它比神魔还要威猛，丈许高的躯体带着滔天的波动与这个魔鬼猿厮杀，剧烈硬汉。阔口獠牙的暴猿名字中带了一个魔鬼，那是说明了他的可怕与躯体的强大，可是此时他却口鼻一血，被庞博震得七窍裂开。魔鬼猿像是被一座大山碾压了过去，刚交手十几回合，浑身上下的骨骼就断裂了八九处。如果说他是人形暴猿，那么对面那个体型磅礴健硕的人就是一个人形暴龙。啊的一声，魔鬼猿惨叫，半个脑袋被磅礴那蒲扇大的手掌拍掉了一半，红色的鲜血与白色的脑浆混在一起四溅，像是万朵桃花绽开。青帝博龙术，这是庞博参悟了上百年的法，为青帝所遗绝世秘术，号称可以搏杀仙域真正的朱雀、龙、鲲鹏、仙皇等。庞博一个旋转，右腿横扫，将魔鬼猿劈得四分五裂，猩红的血雨洒落而下，身体与元神永远消失。菩提树下，叶凡依然未起身，静如磐石参悟自己的法，演化无上帝拳，涅槃出无敌拳意。敌人越来越多了，金蛇大郎君傲视八方横渡而来，眸子阴冷无比，在他的身后除却金蛇四郎君外还有八九人，这是一个强大的组合。而另一个方向，帝天大魔神新兰一出现，全都神色冷漠。这个地方被包围，神魔一种九眼碧蝉、古金鹏、白发天狼等一个个异域至尊，全都血气滔天，数以十人先后出现，冷冽地注视前方。